小学生身边的改编，孤勇者个个深入人心，快检查一下你听全了没有。为什么上学无天，放假可只有两天，真希望能翻过来，假期能无限，别忘不用写作业，晚上明看动画片，手机电脑和平板一门一整天，零食学点但满教室不玩玩具花钱，无尽的零花钱，就算是小朋友该有的童年。起床，赶快去上学。飞、啊